我们最后再夸一夸农村，然后再说城市好。前面说了开灯关灯，实际上你点蜡也可以，那个蜡烛就一根火柴的事儿嘛。你要多少钱呢？你真的想节约的话，处处都可以。啊，现在老是强调你要开源，不要节流。你那个东西漏了以后，你生活习惯、想法、脑洞大开以后，你是收不住的。不管你怎么去调风水什么术法，你根本那个习惯、心性没有改变，念头始终没过几天还变成那个样子。所有事儿都是这样。那么农村我们玩的东西很自然啊，铁皮呼啦圈、陀螺，那甚至拉皮钩，跟自然相打交道的逮蚂蚱，还有很多很多。这个就是七八十年代，当然90年代也沾点边儿。再往前，大都是这样。我们回忆怀念的，就是那种自然淳朴的生活。你看现在城市里面，尤其这个00后啊，那都是高楼大厦，不接地气儿，他没有那些小朋友们之间的互动，只是通过虚拟的网络电子。那你说他也很好啊，有很多啊打怪升级我们没有经历的，现实没有的。啊，看似很浮华，我们体验到了不一样，人生所没有的这种快乐快感，但毕竟他是死的，你是活的，等你死了他还活着，那他对身体也不好嘛。你这种快乐，它不是切身的这种体验。所以我们老是回龙故祖、返祖客。这农村说以前怎么那么好，现在人欠缺的就是这些了。那当然了，我们大势所趋，说现在城市，你不能老是回头看怎么发展啊。人都追求这种，他当然有他的好，我们讲一个最好的。你说农村自然风光那么好，叫风水啊，那为什么相对于城市还没有他们那么的富裕呢？是不是这个是最重要的问题？那城市它是聚人气儿的地方，人多，那人多有人多的坏，先不说。那么经济繁荣，所有的都是靠人，人丁兴旺，这个是最重要、最最重要的，都是人搞出来的嘛。我们人类嘛，这个社会，所以说人为的因素是不是比这个自然的真的还要重要呢？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，我们嘴上老是这样说，想经常又想不通。尤其我们学了这些，老认为天命最大，当然没错。但是有些时候，这个人群效应，一个国家地方的政策，你要出生在外国，那完全不一样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人他的这个能力体现，因为你们都是同类嘛，我们活的就是这个人类社会嘛，说号称地球也是你主宰，那所以就显出它的重要性了。我们暂且先这样。